里曾被称作太阳之井，这里曾是神秘能量的源泉，井中之水早已渗透我们的血脉，在它的温暖中，我们走向兴盛与繁荣，直到死亡的阴影降临在我们身上。到太阳之井毁灭之后，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是那样的依赖它的魔力，是那样的渴求魔法。为了纪念这一切，我为我们定下了新的名字，辛多莱血精灵。人民向我寻求答案，我许下了将他们治愈的诺言，然而我们竟在一个名叫伊利丹的恶魔那里找到了希望。伊利丹答应提供一种新的奥能之源，所以我与他站在了一起，前往外域，期待着有一天能回去带领我的人民走向荣光。但伊利丹的计划太肤浅了，我逐渐失去了耐心，我开始秘密地尽一切可能地掠取能量。我已经体会过了什么是真正的力量，在它被抢走之前。但是一切都还在，太阳之井的精华还在，隐藏在那些意图保护他的人手中。现在我带着力量回来了，为了夺回我们光明的未来，必须要做出牺牲。我已经结交了一个新的盟友，很快太阳之井的神圣的光辉就将再度普照，而那位可以真正保护我们的人，也将在这光辉中君临天下。